保安第三题啊，他说五件不同的礼物哈、哦，分给甲乙丙四人，则 A 甲没有分到的分法有几种呢？好，那现在的话哈，这有甲乙丙四个人哈，甲乙丙丁的哈，四个人。好，那第一件礼物可能可以给他，有四种方法，但是现在问说哈。甲没有分到嘛，那甲没有分到的话，这五件礼物呢只能分给这三个人。好，第一件礼物可以选择乙、丙或丁啊，有三种方法。每一件礼物都有三种方法，所以呢是三的多少呢？五次方，所以这是243种啊。好，这81再乘以3嘛，好，234种，43种，所以 A 应该243，所以 A 是对的。哦，243，A 是对的。上看 B， 甲只得一件的方法数了。好，那甲只得一件的话，甲现在五件礼物可以选，哦，甲可能得一号、二号或五号，所以呢，甲哈，他的话呢有五样礼物可以选，然后再来的话哈，剩下呢四件礼物，这四件礼物随便给。第一件礼物可以选择三种方法，所以现在剩下四件礼物嘛，所以是三的四次方，所以这是五乘以多少啊？乘以这个，应该是三哈，一二三四件，对，这是81啊哈，81乘以5啊，所以5×5=40，所以应该有那个405种方法。所以 B 也是对的，405种方法，所以 B 也是对的。再我们看看那个 C， 他说甲至少得一件，那甲至少得一件哈，我们就把什么呢？甲至少得一件嘛，好，那至少得一件的话哈，我就把甲没有得到的把它否定了，好，那就等于多少呢？全部的情况。啊，扣掉什么呢？扣掉甲没有拿到，哦，这甲没有拿到的情况了。啊，说的情况的话呢，是吧？是那个，甲乙丙丁嘛，所有情况数的话是多少？可以给他，四的多少五次方嘛。然后他没有拿到啊，是三的五次方。所以这应该多少？这应该是那个，16乘以16了啊，66 36 96 1661 65256再乘以4 46 24 G2 20 G2 1024 1024减掉243，所以是781了，所以有781种方法。所以 C 也是对的，好 ，C 的话781种，781种，所以 C 也是对的，781种。这样看 D 的话是说哈，甲的话至少得两件的方法数了，那甲至少得两件的话哈，我就把全部嘛，扣掉只得一件，扣掉只得一件。啊，再扣掉呢，只得两件，没有，扣掉没有得零件，啊，再扣掉多少？扣掉得一件，好，扣掉得一件，好，啊，刚刚我们算过的话哈，那个没有得到的方法数是23，好，这全部的话是四的呢，五次方的，扣掉23，啊，再扣掉呢得一件。刚刚得一件的话，刚刚算过是405，所以这是1024啊。刚刚算四的五次方是1024，它扣掉多少？这加起来是多少呢？加起来是648，所以这是67，它这9减6是3，所以应该376种。
所以的话376种，所以 D 也是对的， D 也是对的。再我们看呢这个一，好，一的话是说，一是说每人至少得一件的分法。好，那每人至少得一件的话，就是甲至少得一件。好，那我就把它双重否定了，甲完全没有得到的否定，至少得一件，且乙完全没有得到的否定，我至少得一件。那这样的话，总共四个人，丙没有得到的否定，且丁没有得到否定，这样就至少得一件，每个人都至少得一件。我们用排勇原理，就全部了扣掉一个人，就 C。四个人取一个嘛，然后多少呢 ？n 甲，就连一件都没有，没有分到，他再加两个，四取二，这是甲没有得到，且乙没有得到，甲没有得到哈，且乙也没有得到，他再扣掉多少呢 ？c 四取三，甲没有得到。且乙没有得到，且乙没有得到了哈，且呢丙没有得到，再加多少呢 ？C 四取四，通通没有得到，甲没得到，乙没得到，丙没得到，丁也没有得到，不过这是空集合呀，所以这是零。好，那全部的方法数是4的五次方嘛，重复连排列，扣掉4乘以多少？甲没有得到，甲没有得到的话，就其他人分嘛，就3的呢五次方，加多少呢 ？C 四取二是6，四乘以3，除以2乘1啊，这是6，加6，那个加有两个人没有得到嘛。所以变成五个物品分给两个人，所以是二的五次方，六乘以二的五次方，就这一项哈。再来呢，再来的话就是说整掉C4取3有四种方法，乘以甲乙丙都没有得到，通通给什么？通给丁了，所以丁的话是一的五次方嘛。这空集合，所以最后答案多少？最后答案的话是1024，扣掉4乘以呢243呢，加多少呢？32乘以6，622积638，19，192了，再扣掉4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把它算一算。这个1024哈，1024加上192，六十一积二，1216，1216扣掉多少？243乘以4嘛，这432积16是792，972再加4，六七，就976，都扣掉976。所以这是034，这是2，所以应该240种，我们看看呢，这个答案错了哈，他说244种，多了4种，所以应该选 A B C D， A B C 柱。